乐团演奏带来了轻快的乐曲，揭开了金钻伴侣幸福一生金钻婚楷模表扬，这也是树林济安宫五朝亲教活动之一，表扬了树林地区40对结婚50年60年以上的夫妻，树人家商同学在现场为他们化妆整理造型，准备等一下拍照，胼手知足走过人生的酸甜苦辣，为家庭为子女付出，撑出家庭的一片天，夫妻一起走过50年60年不容易，宫庙表扬并致赠对戒，民政局长柯庆忠一起拍照给予祝福，非常高兴看到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一起齐聚在这边接受表扬，也非常祝福他们了哈，这代表他们的爱情真的是长长久久。济安宫是宗教信仰中心，也同时致力于公益行善，推动家庭伦理是其中的一环，夫妻坚定爱情，维持亲情，一生一世不后悔，董事长陈黄绿妹认为值得作为楷模，众人学习的对象。我办这个意义真的讲，也要唤起我们所有的宗教界都能够跟着这个脚步一起来为我们宗教弘扬更多的一些我们系列的活动。信守家庭的价值，庙方推荐为典范，也让保生大帝见证平凡幸福夫妻给予诚挚的祝福，也希望这份温馨的力量感染到地方各角落。记者詹于勋、刘安静、卢秀娟新北采访报道。